韦小宝，咁啊再内栏有佳运财，响后边嗰只咧就聚财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前面维港智能咧就带跟奖第二位就好眼光啊，内栏第三福日啊，第四位咧就金钻贵人，后边三只佳运财蓝衫，外边韦小宝，响后边粉红帽嗰只系聚财嚟噶。好啦，转弯入直路，维港智能仲系占先少少嘅，好眼光咧就响呢个第二位埋边福日俾人封住啊，金钻贵人响外边冲，后边嘅马啦先见到韦小宝上咗少少。最后200米，维港智能仲有优势，后面嘅马啦，见到福日开始望空追紧，出面金钻贵人亦都上紧嚟，最后100米到啦，金钻贵人挡着咗，埋边维港智能，中间有福日接近终点，金钻贵人今场赛事终于都保中啦。